我们稍微补充一下，就是这个无线网卡有没有？哎，目前我试过了几个，都没有办法即插即用。也就是说，你插进去之后，它不像我们一般那个 USB 插进去可以马上用，通常要装一个驱动程式。好，那驱动程式，所以原则上你买的都会有啊。可是呢，装完之后通常要重新开机。那如果您是像我们这个电脑教室这样，就重新开机就不行嘛，因为是还原的。好，就还原的。但是如果您教室的电脑应该是比较没有问题。好，就自己的电脑或教室电脑都 OK。那如果说您真的就是在电脑教室想要用，在还原环境之下，我通常会透过这个方式，就是在电脑管理员里面，好，有一个装置管理员，直接去手动装它的驱动程式来用，这样可以。那因为呢，你们买的我买的牌子是跟我的一样的，所以呢，您进到右手边这里，老师待会您拿到那个就可以从这里下载。我有没有准备一个无线网卡驱动程式？哎，待会那一台电脑就可以试看看，好，马上试看看，您就可以了解一下哈。所以这个是我稍微补充一下，如果您的电脑可以用标准安装的，你就用标准安装啊；不行的，就用这个方式哈。好。